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ig Dog Channel。 最近带了 Taco 参加狗狗嘉年华，而嘉年华举行的地方是一个室内的草地滚球场，到底这个体验是怎样的呢？记得看到最后啦。滚球场 Simply Bowls 是位于九龙微孚新村四期商场的一楼。俱乐部占地20,000多尺，除了草地滚球之外，还有提供健身、瑜伽、泰拳等的运动项目。位于俱乐部内的餐厅最近更成为了宠物友善餐厅，现在就带大家看看入面的环境啦。门口放了一只大暴龙在这里，这只大暴龙是滚球场最出名的打卡位来的，观众记得一定要在这里打卡啊。我们由意式餐厅八号草开始讲起先啦。狗狗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餐厅和飞镖区。餐厅主要是吃意式西餐为主，有扒类、意粉、三文治和小食等选择提供。我们这份午餐是由大会安排的，但都是由餐厅准备。虽然今次没机会试餐牌上的其他食物，但这份三文治的味道都非常好，薯条都好脆。而狗狗餐就由大会安排和准备的。狗狗餐都相当丰富啊，有牛肉摊、杯子蛋糕、薯蓉鸡粒麦皮波波等等。看看 Taco 喜不喜欢吃先。Taco 不是很懂咬碎的食物来吃，所以我就预先整碎的食物先。餐厅八号草现在还研究着宠物餐牌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。相信观众看到的杯和酒就估到餐厅是有酒精饮品提供的。酒吧旁边的这个座位是我最喜欢的，因为有个鱼缸，如果观众带小朋友来或者来庆祝的话，可以订位时问下可不可以留这一张台。讲完餐厅就讲其他区啦。这个区是狗狗游乐场，是大会为今次嘉年华而设。我觉得大会这个安排非常贴心啊，可以给狗狗行下轻松一下，又可以趁这个机会识下其他狗朋友。来到室内滚球场，怎可以不拍个草地滚球场给大家看呢？看看个球场又大又漂亮啊。观众除了可以来吃东西，不妨留点时间看看人怎样玩草地滚球，来认识一下这项运动。运动区除了草地滚球场外，还有健身区，但记住
呢两个区狗狗都唔可以进入噶。但飞镖区咧，狗狗就可以入啦。如果主人唔识掟镖都唔紧要，不妨嚟打下卡。今次的活动和场地介绍就差不多了，我觉得这里都很值得推荐给大家，因为餐厅楼底够高，空间感好大，最重要是有冷气，那夏天带毛鞋出街有多个选择了。今次的分享就来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想知道狗狗吃喝玩乐的资讯，就记得订阅 Big Dog Channel 和 follow 我们的 IG， 如果有什么影片想我们拍的话，就记得留言告诉我们，希望大家喜欢这条影片，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